我比较激动一点哦，我们就直接演示。这什么鬼？他说这个手游，你上次在讲装我吗？哈哈，那就不客气了。我发现这些装武很帅耶，而且我莫名其妙得到装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，反正就是有啊。冷岩玄铁弓应该都忘记怎么得到的了。我与死亡同行，我与死亡，什么对这个没有印象？我与死亡同行，这什么意思？我的天，哦，终于黄头了。